大家午安，Hello， 大家午安，科技与你好，九蛋 Derek 喂你好，Hello， 博伟午安。午安，喉咙不舒服，对，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，喉咙不舒服。Hello， 大家午安。有快筛吗？昨天有筛，然后没，是阴性，但我晚点会再筛筛看。大家要照顾好身体哦。可怕！恭喜品衡六单选拔，谢谢。对，昨天公布了六单的选拔。谢谢大家的祝福，我应该今天会发那个感想的文章。现在有不舒服吗？现在还好，就是喉咙有点痛这样。可是品涵跳 Luma 的画面好难想象。这次对，这次舞蹈是这次的那个歌曲是 Luma。真的是很酷的舞蹈，而且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曲风，自己觉得很紧张，但是也很期待，希望可以就是给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们。恭喜炸毛，恭喜入选吧，谢谢大家的祝福，请大家期待我们的六单，大家可以看到帅气的皮汗了。超高难度的舞蹈，谢谢洛克的真情告白。这次人比较多，对，这次有十八个人，稍微后面一点。Hello， 谢谢我是盒子的浪脑心，谢谢志宏的熊抱。熊抱啾啾，怎么办？我今天声音超不可爱的耶！谢谢吉米州的紫蒲守护灵，品涵超可爱，谢谢，谢谢博云的浪上眼珠，冰冰来喽。你要不要筛一下？有，我昨天有筛，是阴性，我晚上会再筛一次。谢谢柯基宇的一封信，谢谢。想看千晃跳六单，他应该跳不起来，他应该跳不起来。谢谢阿贤的梦幻泡泡，谢谢。谢谢冰彻玄的浪脑心。对，我之前就一直说想要，谢谢科技宇的闪光星星。我之前就一直说很想要跳一些帅气的舞蹈，结果这次六单单曲真的是帅气的舞蹈，很期待，但是又很紧张。我们就是想看跳不起来的版本。谢谢一晨的一封信。Hello 黑杰克，谢谢中午的爱的小熊。
直接推到顶点帅爆，谢谢雪带包的行李箱。对，今天是 Asia Fest 的衣服。谢谢想想的会员票，谢谢幻影战士的浪的心。Hello Min 你好，谢谢佩佩的 baby。先恭喜你握手会第九部完售了，谢谢。谢谢 Cody 的一封信，恭喜品涵，谢谢。很期待，这次大家应该很期待吧？这是完全跟我们以前的风格不一样的单曲。大家期待吗？我自己是蛮期待会有怎么样的反差感。谢谢阿元的超爱你，结果被世宏全填光了。真的很期待，超级期待，非常喜欢 Luma 那个舞蹈是 Lucky 吗？ Lucky 就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。帅一波，期待！没想到是这首，超惊讶。然后我有就是练习跳的时候，然后就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很对这个曲风很不太熟悉，对，就是要好好的练习。所以请大家期待我们到时候发行。但应该是现在难度最高的一首，这首难度真的很高，因为它很激烈，然后又 lucky， 更期待新衣服，感觉会很帅气。谢谢幻影战士的超爱你，没想过是那么新的曲，真的是。超真的是超新的，原本以为就是可能会是那个当初听到是这首歌的时候也很惊奇，就是因为真的是他们的59单嘛，59，就是真的是超新的曲目。谢谢吃货小敏的红玫瑰 ，Hello 酷江你好，哦58单。他们的58单，当初本家上音帆的宣传就是 48 史上最难跳的，我觉得是，这是我目前觉得应该是跳起来最难的舞蹈，就是加入 48 之后。目前学过应该我觉得是最难的舞吧，它看起来就很难了。谢谢羊圈里的鹿送的香槟，谢谢，谢谢你送的香槟 level 8，谢谢羊圈里的鹿，谢谢，这是庆祝品涵上学吧吗？谢谢你。原本预计最小都2014、2015的曲，谢谢博云的超爱你，品涵记得多喝水哟，我有在喝水。也跳整齐也是有难度，真的，我们会好好练习的，让大家看到帅气的我们。谢谢羊圈里的鹿的缘分相遇。品涵中午吃了吗？还没吃，我刚刚吃了早餐而已，没吃午餐。谢谢博伟的超爱你，怎么没拿大水壶？因为我大水壶里的水喝完忘记装了。品涵要帅一波了，期待买个喉咙消毒喷雾，减低二花，好哦。
只怕会有 Lumen 挑战。不主动，但可参加。我们要发 Lumen 挑战，到时候如果我们发单曲的时候有 Lumen 舞蹈挑战的话，请大家要跟我们一起参与哦。我想看大家跳哎、欸我想看你们跳 Lumen 可以吗？我用这个声音讲说想看大家跳，是不是真的很可怕、啊、听起来飞在动不了，先不要，大腿拉伤。该开始练了，跳不起来。医药费可以请款吗？必须拒绝沙滩、啊、你们跳一下啦，我想看你们跳副歌。噜嘛噜嘛噜嘛，我们 lock 不起来。今天声音怎么？今天喉咙有点不舒服。上次试跳过，大腿真的差点拉伤。还好嘛，喉咙不舒服，但现在人是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，但是喉咙不舒服，对，人还好。跳舞很难。是时候断舍，不是吧，塔瓦哥？这时候就要断舍离了吗？不可以啊，我们不是永远绑在一起的吗？谢谢安的超爱你，品涵来抓30以上的粉丝跳地狱式训练，是早上睡醒就这样，昨天有点不舒服，昨天有发烧，但是有去看医生，吃退烧药有好一点。对，昨天就不舒服，请把我跟你绑在一起，没有问题的，笑笑。如果你是笑笑，我就是哭哭，我们就是笑笑与哭哭。我感觉到小智们的目的辛苦。医生，我昨天去看医生，我是有跟他说我昨天早上有晒，然后他是叫我今晚再晒晒看，所以我晚上会晒晒看。主要是有参加 TIF， 其他团已经有团全灭。谢谢不当不到处的520粉票。我那天有事，我那天有事。要用红线粉吗？可以啊。笑笑说绑在一起来个嘟嘴嘴，我没有要说什么。怕怕怕，品涵好好休息，话可以讲少一点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品涵可以给我一个生日快乐吗？午餐包，生日快乐，祝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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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。今天的生日快乐，出来了个特别小声，抱歉。生日快乐，我今天唱歌特别小声，你唱没有办法唱出来，卡住了。拜拜。进来看到品涵消息，好傻呀。还好今天品涵。就看镜头就好。他们说叫你今天帮我讲话，你现在都戴着口罩，对，我们害怕他戴口罩。哎呵，你不要离我太近。是你不要离我太近。哎，我们刚才这样也蛮厉害的，可以一个开会一个直播。对啊。我们没有互相。我跟你讲，那我讲话的声音是不是就进去？但是你刚才在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，我不敢开。我想那个太明显，就是，但我刚才很贴近麦克风。对啊，你的同事不会说。啊，好的啊，对，这样。你的声音也太难听了吧？这样很乖。很难听。秉涵今天负责漂亮就好。今天是谁得到生日快乐歌很衰耶？午餐帮。很难听耶。没有，那是特别版，平常没有的。谢谢四红的爆竹。我觉得今天要多指定那种很适合这样声音讲话的句子。是吗？哎，你现在讲什么话都蛮好笑的。这是我昨天的快筛。好啦，阴性没事。昨天没事，我明天。但是听说会就是不一定。
希望没事，大家也要保重身体哦。谢谢子萱可爱的烟火，需要可爱的台词。可爱台词，你新型病毒讲一下。其实我刚刚直播前还好不好，是我直播前然后突然咳嗽，然后那个痰就咳上来卡在这边，然后现在下不去。不然我刚刚早上的时候还好吧，对，没那么哑，是刚刚我不小心咳嗽然后痰卡上来。求口白吗？那我刚刚还没吃药，是不是应该吃个化痰的药？很像刚起床的声音。现在皮卡板生日快乐应该是不行，应该是不行。我建议你不要讲那么多话了。是你帮我讲，你帮我讲啊！你又不帮我讲。那我看一下你的那个。好。还是我来玩 Switch， 然后你帮我配音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我每天要跟林允欣连线那个俄罗斯。他现在超级。我很久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天打败他，而且是那种超轻松的，然后他好像不开心。然后我们就一天没打，然后第三天他给我这边连续踢转他会踢转、他说他在练，然后我就一直听到那个。我说你干嘛？你刚才踢转是不是？然后他就说没有啊，不跟你说什么。然后我突然被堆超高，就是他有在偷脸。那他应该比我强哎。有可能，因为我不会踢转，而且他的速度现在也蛮快。他本来就蛮强，然后现在还偷脸踢转。拜拜，哈好，零一输不起。输不起？那你现在赶快偷脸啊，这样才能跟他打。有高夫妇说，很久没开 Switch。我最近还有在玩那个卡比的游戏，很可爱。那我要玩哪一个 Tetris 吗？怕。但是你这样是不是大家看不到？对啊。那怎么办？再斜一点，这样看到吗？应该看不到吧？你把那个拉起来。他们叫我玩卡比耶。好啊，卡比好蛮可爱的。好吧。你把那个窗帘拉一下吧，你一直叫我拉窗帘。不行啊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平安有没有开动森？我很久没开动森了。他的声音。看得到吗，各位？你不是要帮我讲话？玩卡比，星之卡比。你看，我之前已经有玩一点点了，我走到一半。卡比这款是不是探索游戏啊？觉得很可爱耶，卡比，一个小泡泡，看得到吗？有看到吗？可以吼。看我在飞，一颗球在飞，好可爱呀、卡比真的长得很可爱。大家看得到吗？可以吧？是哦。你看他好可爱哦。你讲话很不可爱耶。你说他很可爱吗、你为什么要丑化我？没有啊。他好可爱耶。你真的讲得很不可爱耶。勉强看得到，而且你的头发 M 字头就会变得超明显的。你不要再笑我了。哈，我的同伴被抓走了，我的同伴被抓了。卡比这个游戏要干嘛？感觉好像是探险的那一种，探险就是
没有一定要干嘛，但你就一直走，然后就会遇到一些故事这样。哎，对啊，有人说你这样手会累。会耶。为了你们可以的。嗯？嗯？突然很油条。啊！嘿，嘿，等一下，我被撞了。嘿，我要怎么吸呀、啊？我要怎么攻击他们？哎呦，看不到，你拿太高了。嘿，我要怎么吸呀、啊？因为你拿太高，你整个手下来。我一直用吸吸功。有人说他确诊了，没办法去握手会。啊，你要好好照顾身体哦。线上啊，可以来线上，线上的那个可以改成线上跟我讲话。好可爱哦！谢谢你，真是得救了。不过他们挖豆鲁迪都被抓走了。小镇遭遇了好几次的袭击。你讲话好难听哦。虽然大家一起努力反抗过，可是最后还是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得赶快去救他们才行。对啊，你会不会整个手然后就受伤，就只能用这个姿势？这样呢？好，这样好像好一点吧。听起来超可怜的旁白。什么？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救他们吗？谢谢你。你说你叫卡比对吧？我叫艾菲林，请多关照喽。现在没有电视，电视被搬走了。所以现在是有一个叫艾菲林的人要跟我一起去探险。哎，可以两个人一起玩耶。真的？对啊。那你把那个给我。暂停选择，两人游玩即可让二 P 操作投进马鲁迪。你可以把这台架在这里啊，然后我们。但这样大家看不到荧幕，对不对？你不是都喜欢用镜子？好，可以。那可以两个人玩耶。好啊。按加，然后。就按加，然后两个人游玩。大家说你不用念台词啊，你这样讲更多话。可以啊，给你。那你把它架，你要想要怎么架起来？他说我们看你玩就好，他们叫我安静。他怎么架、啊？他们太温柔了，他们是不是要叫你闭嘴的意思？对啊，大家是牙刷系。这样有吗？这样大家看不到哎、欸。你怎么拍？怎么拍这个？有没有办法拍它？就是要用镜子啊。可是它太小了，是不是也看不到？有没有办法把它架起来？怎么那么麻烦啊？哎、欸，那个刚才那个你铅笔盒的那个透明盒。哦，把它架高是不是？对。等一下，我看看哦。用那个切换镜头，这样。那我镜子拍不到我哎。哦，这样呢？这样。哎，这样我桌上变很乱哎，因为为了要拍你那个东西，你看我这样怎么上班？我在笑声很难听耶，很难听耶，你像巫婆耶，这样有吗？啊，我这样怎么玩？哎、欸，对耶，你看不到萤幕耶。可以啦，可以，我站起来玩。哎、欸，是你耶，你要按。好。这样我看不到萤幕，太小了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可以看直播，然后玩啦、啊，会不会lag？我现在要按什么？按呐、啊，你要按呐、啊，这里。嗯。
你是黄色的，我是布丁狗，我是粉红色。走吧，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探险了。咻！你可以开大声一点。他们说镜子要擦一下。你擦一下。抱歉。我们怎么又上来了？要干嘛？要选一个地方吧。啊，我们一直跳上去干嘛？你选一个。在哪？我看不到啊。这样。好啊，你选个地方。好。走。那个 Y。X 下是吸东西，吸东西能干嘛？吐出去。我的是飞起来的，你看。真的。我们绝招不一样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怪的绝招对不对？我就可以有那个绝招了。你看，我变了一只可以那个，可以挥剑了。这个游戏的目的性是？不用打怪是不是？要啊，刚刚那些就是怪啊。是哦。我这个的绝招是什么？妈妈打俄罗斯方块了，我已经腻了。你腻了，怎么那么快？还是大家觉得你打这个比较可爱？这么高哎！看我飞起来很可爱。我们看我的卡比，我故意飞给你们看，看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很可爱呀、啊。谢谢博威的掌声鼓励。啊、我在哪里？我死了。在哪？那我在哪？你在哪？在哪？你不见了。你在飞了。我在飞了。你在飞。是一个赵子龙的概念，你看我拿什么？快结束啊！这边像不像松烟？这个角落像。
瞬间被吃掉。对。啊！我变成一个三角锥了。它可以干嘛？我变成一个三角锥呀、啊！你在攻击人呢、欸，其实。你为什么攻击我？你刚差点插死我。抱歉。你那个锥子很尖呢、欸，比我下巴还尖。怪都这么可爱，那个可以砸后面的破口，啊、哦、啊、哦，这个吗？啊、哦，好厉害啊！那我可以把这个地钻破吗？可以，快点！你刚连续两下，再来。不行哎、欸，不行啊，不行。我上不去了，我想，我要吐掉这个。哦，我们的同伴。我要吃这个。这不是吃的，是啊。总乱丢，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乱丢？这怪兽长得好像奇异果。我真的在乱丢。我们要来打 Tetris 吗？好啊。好，那我记录一下。大家不喜欢看那个，但我想。哎、欸，我有记录到吗？他怎么记录啊？他怎么记录这个？啊，上去星星就可以了。你要上来，星星。哇，这是一个给小朋友玩的吗？这是轻松的游戏。但他做的蛮可爱的。离开吗？哈，他不会啊。那我要怎么记录啊？他说不是小朋友玩的耶，后面很难，是不是？真的？我要怎么记录啊？哦，这关要破完才可以。
不能，所以不能。你直接放弃。不能记录是不是？他这样子会那个吗？什么？好。他说：“反正这个还在前面。”哎，是这个吗？我不知道。Switch 也有这个的，不同的 Tetris。对，那时候特价买了。前阵子不是儿童节。我今天声音很怪，下次见，小葵。谢谢李真的啾啾你哦，谢谢，谢谢。你现在看起来很虚哎，真的。太多历史，我已经忘记怎么玩了耶。那你要练习一下。谢谢红包，不客气。好像笑声真的很难听。超难，你要电脑吗？不要好了。不要。这是你跟我之间的战争。选他。哔哔哔。哔哔哔。那我们设定那个。Hello， 李佳丽，大力来了。Hello， 李佳丽，午安。佳丽午安。太小了吧？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哎，这个操作好像不一样哎。对啊，它操作怪怪的，它是往下的。哎，这个我不会哎。是不是没办法快速落下？可以啊，你要往按下。哦，好像不行。这样会影响我的表现，而且它太小了吧？我要看什么？好了，那你要不要自己玩？我觉得行不通，太小了吧？我看得很辛苦哎，要不要先结束？先结束，我太痛苦了，我不行，我弯不下去。好吧。栗子马上发现熟悉的烟酒手。对啊，我就说你这样很像李家人。那我就先换回来。你很像李家人哎、啊。李家人，我是李虾人，好笑吗？好笑。虾人，虾人，烟酒手，会很累积的方块，累积。乐子，什么意思？你特别好笑。里面有一个角色会一直喊乐子乐子，真的、欸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林宇勋都会选到那一只、欸，真的厉害、欸，他已经固定都选那一只。虾虾，很好笑，笑什么？李佳丽，我现在讲话难得可以才听起来凶一点。嗯，好吧，先关掉。那我继续上班了。好的。这个声音好怪。哎，那这个可以，我想休息一下。谢谢吃货小米的红玫瑰。好，这个抽屉。你等下午餐要吃什么？你要不要先点？我先来一边逛怎么样？谢谢阿俊的 kiss 啾啾，一直他们说一直想到法拉利姐。你现在真的蛮像法拉利姐的。他是说什么很经典的台词？他各种台词都很好笑，我也忘了。好。
好像真的蛮像的。你很像法拉利姐。之前不是有大荧幕，但是那个拆走了，就是别人借我们的，然后他拿走了。对，所以哈普刚刚忘了。你们知道哈普他最近去结扎，然后两个礼拜没洗澡了，然后大家一直摸他的头，他的头就他的头就很油，然后他的头还长了一颗痘痘。太油，很好笑哎！就是他的头很油，然后长了一颗痘痘。哎、欸，法拉利姐，姐姐不累不累不累。所以他的妈妈就叫大家不要再摸他的头。你先说姐姐不累不累不累。姐姐，我也没办法。可以，姐姐不累不累不累，快点。姐姐不累不累不累。你要有那个 feel 啊。不累不累不是 play， 你不可以念那么好。姐姐不累不累不累。你们不要把我玩坏。哎、欸，这应该要给掌声鼓励吧。你可以唱台语歌吗？我无水，我无水，无水。只会这个，还有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要给鼓励，你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很突破心防哎、欸。谢谢摄影的眼睛也拿走。哎，追追追，你会唱吗？追追追，追着你的心，追着你的人，追着你的情，追着你的无公理。好像唱比你平常好了。好像是哎。所以李佳丽把歌唱好的关键是她的那个烟酒嗓。莫名其妙烟酒嗓。谢谢阿元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我听起来怎么那么怪啊？对啊。今天要吃什么啊？我有点想吃牛肉面。啊，我是不是还有一包牛肉面没煮？有哎、欸。可以帮我煮。有看着。笑鼠。这已经不是放下五包，真的。佩佩，谢谢佩佩的掌声鼓励。没水喝了。嗯，有帮你装啊。你有帮我装啊？嗯。我怎么没？在哪里？我没发现。还是我没拿进来。啊，有哎、欸，谢谢。那我的呢？你的在后面，在那里。哦。谢谢 Luz 的热锅。等等，先吃个药。我这是要吃化痰的药吗？医生叫我自己配，他给了我化痰、退烧什么什么的，他叫我有什么症状吃什么。应该是吃化痰的吧？还是我先吃一个？嗯。那你帮我拿一下，因为我刚有吃早餐了。我先吃药吧，药跟这个感觉。我先吃个化痰，低嗓化痰。我现在真的好适合讲台语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止咳，先吃个化痰。品涵，余柏的新版子的狼人杀看懂了吗？你说盗贼的那个吗？那个我看懂了。你还是要定期量体温。好。现在到底几度以上算发烧啊？37.多吧。是吗？那你有一点点欸。你昨天量不是稍微？你昨天量多少？我昨天去看医生，医生量37.8，但昨天吃退烧油比较没有比较好一点。你用耳温枪，对，耳温的那种。昨天看医生37.8，然后吃退烧油好一点。375才算发烧，是不是？说到狼人杀，我们 K
可以检讨一下旁边那位很雷的上帝吗？你们怎么知道？哎，他们怎么知道？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有玩狼人杀？他们私底下就是很爱揪玩狼人杀。好好保重身体，我现在觉得超可怕。李佳丽要好好保重哦，你要多喝水，多吃维他命 C。有人问你是确诊？没有。从晚上再下一次。37点，我到37点左右。酷酷在抓门，酷酷在抓门，大家不要再摸酷酷的头咯，他长痘痘了。我觉得他头油油，很好笑。蛮好笑的。谢谢志怀的爱的烟火。你要帮我煮牛肉面吗？好啊。油到长痘痘很好笑，真的。大家一直摸他头，但是因为酷酷也不知道，就是通常他撒娇，大家就摸他头，然后两个礼拜没洗澡就很油的。嗯。是他妈妈说他长痘痘吗？对啊。很好笑哎、欸。一直宣传痘痘超好，辛苦姐哈。哈库，哈库是狗狗，那痘痘可以吗？没有，应该不行吧。狗狗，它就是头上那边有个黑黑一块这样。那下次只好摸下巴了，可怜的哈库。而且昨天我吃早餐的时候，哈库就跑来这边，然后这样跨上我的大腿，就想要我喂他吃东西，然后我都不理他，就坐旁边一直看。因为我现在跟他说你这边有病毒，然后我还是不理他。他昨天直接跳上去，然后踩我的小贝贝，我整个是崩溃，赶快把他抱下去。你这样听起来很崩溃，你再说一次。我整个崩溃，然后我把他抱下去，把他抱出房间之后。过一阵子我开门，他就在外面便便了。我觉得你现在开始不要再发出声音，你就是用那种轻声细语的方式讲话。好，现在啊，开始啊。我小声一点。不是小声，是轻声细语，不要用到那个。哈卡都跳上来踩我的鼻垫，来个手语好了。好，今天就用手语讲话。但这样对啊，轻声细语更伤喉咙。真的假的？嗯。没有不发出声音会伤喉咙吗？就是会啊，因为压低声音。不是压低，我是说。对啊，那就是有在压、啊。有吗？欸、大家真的说气音更伤喉咙、欸、你这个坏蛋。没有。你在吃什么？吃成这样。沙拉。那你等一下要帮我煮面吗？不要啊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朋友啊？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现在很适合唱这种歌。对啊，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唱 rap。你那个也太低，好有感觉。现在声音好适合。我刚刚有吃了化痰的药。希望他好一点。最近还有什么可以聊的？想想，最近有什么电影好看吗？且慌，恭喜品涵上选拔，谢谢你，李思琪。除了画坛还有什么？很多哎。有流鼻水的，他拍了很多药给我。你不是说昨天去看医生，然后大家症状都一样？诊所90%的人症状都一样，喉咙痛、发烧、喉咙干，有化痰的、抗生素、退烧、止痛、止咳，然后过敏鼻水跟鼻塞。
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？有话谈的那有肌少吗？你吃看过敏的应该会想睡。我爱你哦，邂逅新马甲。最近又想看黑镜了，你已经落后我三集了，切换。我们马上就追上去。我们要不要看黑镜？现在吗？等一下。可以啊。等我直播完。你要不要帮我煮牛肉面？好，不要催我。我就问你。好，好，好。好绿已经说你沙哑很好笑。他在看嗨零一 ，Hello， 不要笑。他说他明天直播。我明天就去看你，我明天就笑你，不要笑我。真的不要笑哎、欸，绿雨欣你不要笑真的。你讲的这些症状我前阵子也都有，但没确诊。希望是。感冒。嗯，你先顾好自己。还想笑别人，我被志宏骂了。希望是感冒。但不是有人有症状也测不出来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而且听说就我有些人测了，但是没症状，就是不一定。我朋友就说他同事就是一直都有症状，一直都有症状，然后到第七天。才验出来、嗯、就是那个病毒的量吧。对啊，谢谢红包，无症状的很多，可能 TIF 场地太小了，就可能比较近吧。大家有没有事啊？因为粉丝也很近吧。学姐今天就是确诊，但她没症状。嗯，所以有些人是确诊但没症状，然后有些人是有症状可是验不出来。有可能。Hello， 盛源你好，玉安你好，我长这个脸，然后烟酒少，真的很不适合。但那个都还是伪阴性期，有那个昨天看医生，医生说我太早测，他叫我今天再测。谢谢查理布朗的超爱你，有可能之后再测会出现阳性。谢谢樱桃猫的真情告白，有些人七日后才验到，真的就。很不一定，大家要照顾好自己，多我觉得这个时间要多吃维他命 C， 要多吃维他命 C， 多喝水，少去人多的地方，戴口罩，消毒。品涵下播啦，去西贝贝睡觉了。我的贝贝，我的贝贝，我的小贝贝。希望只是感冒，还是品涵翻出拼图继续拼，先不说吧，我先吸个贝贝，好香哦贝贝。贝贝抵抗力增加50，有用吗？贝贝还是有机会要洗洗，有的，我贝贝前几天才洗，没有。切换，你帮我讲话啦。他们叫我不要再讲话，你讲个笑话。可是林雨欣想听你讲话哎。好，不要再听了，林雨欣。你明天就去听他的。摩羯座是不是都这样子？
腹黑。他昨天不是有个结论是好像可能摩羯座，你们昨天不是在讨论那个就是喉咙好像有点怪怪的，嗯，他说可能是摩羯座运势不好。摩羯座运势不好，对啊，这个时期就很危险啊。确诊后三天内会最不舒服，小敏说莫名其妙。其实如果有发烧症状就是大概知道是不是了，如果确诊没就是没咯。明天林雨欣开播大家就知道林雨欣的状况了，是希望是大家都是感冒。原来是看星座的。你没有要讲话了，但我觉得你先不要讲话比较好。那你讲话好、哦、你讲笑话。我没有笑话、啊、快点，你很多。你不要用那法拉利姐的声音说你很多。我现在笑声很怪，很难听啦。我现在笑声很难听耶，真的是蛮难听的。好了，先不要讲话了。欸，大家都在恭喜你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不讲话也不是不行吧，就安静播啊，不行吗？这个是比较不能安静播。这个是痰卡在那边，所以。嗯，那你要不要大咳把它咳出来？有好点吗？没有，我错了。谢谢大家对我的选拔祝福，谢谢。听说蜂蜜对喉咙不错。哎，你要不要喝蜂蜜啊？感觉蜂蜜很好喝哎。嗯，不错哎，可以去买点陈皮。哎，我要的陈皮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、啊《生活大爆炸》那个 Sheldon。你给我看。你用的铅笔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，我来找一个美剧，一个美剧里面的一个外国人讲中文，然后很好笑。嗯，我来看一下。给我看你用的铅笔。他是这样说吗？我有点忘了，但类似。哦，这是你耶，我关掉一下。No, it's 我的名字是 Sheldon。哦，对对对。Once you're fluent, you'll have a billion more people to annoy instead of me. Show me your citrus peels. 给我看你用的铅笔。他在学。Show me your citrus peels. 给我看你用的铅笔。吓死我了！他在学中文。他在学中文。给我看你用的产品。为什么聊到这个？噗噗你好，噗里噗里你好。吃热橘子有效吗？不知道哎。谢谢 YC 的闪光星星。有，我们有订了发泡锭。热橘子是不是要加红酒比较好喝？嗯，你只是想喝红酒吧？你什么都说加红酒比较好吃，你只是想喝红酒。好像声音变高了，好像好像有哎、欸，好像好一点哎、欸，是不是好一点、啊？是不是陈皮的功劳？给我看你用的陈皮，真离子，温的红酒有用，好像好一点了耶。多喝水。
给我看你用的唇皮。又卡住了。嗯。对啊，真的症状会反复出现。那你要不要吃米米花？那是爆米花。它叫米米花。哦，米米花。你看，它是可可焦糖哎、欸。要不要吃？真的很好吃。你可以吃一个啊。米米花。你现在戴牙套了吗？我现在戴牙套。好吧。谢谢康妹的超爱你。Hello， 蜜，午安。对，不是很多人在医院工作。志宏啊，他说晚点就会开始有痰了。买罐龙角散。给我看你用的唇皮，吓死我了。我现在也超怕，自从在医院工作也小心你。还有人在医院工作吗？感觉很辛苦。嗯，真的，照顾确诊的病人好辛苦。嗯，护士跟品涵哪个漂亮？谁？护士跟品涵，谁带我？切换新马甲了。他是不是在乱问？穿那个隔离衣超热的，辛苦了，谢谢医护人员。对，隔离衣他们都得穿那个，我怎么变成？你看起来很无精打采、啊。没有啊，我超元气的，好不好？大声一点。我很元气啊！那这样，耶、yeah ！医护人员吗？哎、欸，你现在喊扣喊扣，不用很喊很大声，你假装喊一下平。那个我们都称作兔宝宝装。喊扣。就在这卡哇伊，病汗。好像蛮适合的、欸，就是现在声音比较低啊。翻呀，赛吧，翻吧，带吧，拜吧。假假、欸、我觉得大家要赶快就是趁机有想要讲什么话，这个 version 的比较特别。嗨，老师。练口上。练口上怎么喊啊？是一代国际八六代有吗？对。应该已经忘了吧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だよ。やっぱりピンハンが可愛いよ。好き好き大好きやっぱ好き。やっと見つけたお姫様。然后嘞，什么生まれて？忘了。愛してる。谢谢 Sandy 的爱的烟火。你打练口上首页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我现在唱 I want you 是不是很可怕？哎，你唱看唱看。I want you, I need you， 是不是很可怕？没有 love you 啊。I love you， 好像什么恐怖情人。哎，你这样告白会不会打枪？哎，对，应该是吧。如果给眼睛业障重，就是他们拒绝你的告白；如果给掌声鼓励，就是接受平常的告白。你再唱一次。李佳丽说：“不会啊，就平常的我。”真的，他平常就这样。李佳丽，你真的是这样啊？我们就你有点那个例外，我们不讨论你。顶点好。哎，大家都拒绝你，你的告白，大家都拒绝。这么肤浅的吗？只听声音。大家只听声音啊！你看，大家都送眼睛业障重。哪有，掌声鼓励很多的，例外例外，掌声鼓励比较多。李佳丽，你要保重身体哦。掌声比较多好不好？是你眼睛也当中。要不要重新报告一下你的状况？什么状况？你喉咙不舒服。不用了。哈哈哈，我会的。
你再哈一次。哈哈哈，我会的。还好我上班偷看都开无声。哎，这一集不能开无声哎，这一集很精彩。什么意思啊？玉，你要打开那个你的声音。你目前没事。谢谢 Dragon 的文手礼，谢谢。这集另外配音吧，不然你就是假装有打开那个嘴型，然后我帮你讲。好的，原来要打开。好，你帮我讲。好。Hello。来啦。你根本就不会配，你乱配。我不会配啊。你乱配。你要先跟我说，你要有草稿给我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你要讲什么？你先跟我讲一句话，然后呢？好，有这个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品涵。这样可以吧？有你的做作声呢。可以可以。龙族保重，好的。可以。好吧。再一句，再一句。跟我咬完这口，大家吃午餐了吗？好做作，好好笑哦！太好笑了吧，我笑声很难听。第一次听到秋声音比切换低，我的声音是低的吗？算低是不是？我觉得还好吧，中。中，嗯，我声音也没有很高，但是应该是算中间。来一首《闪亮幸运》，觉得不太像是不是？切换，找到副业了。品涵，为啥直播都是中午？因为我晚上不想播。哇，很直接吗？很任性。因为晚上我想好好休息。所以我喜欢白天工作。其实白天不错哎，就是有阳光的感觉。对啊，帮我充个平板，那没电。非常谢谢。刚吃一个香鸡蛋。嗯。哎，我们不是要点中餐？不是要煮牛肉面吗？你现在这个状况适合吃牛肉面吗？不行。会不会太刺激？它是清炖的那个。它是清炖的吗？点。看小迪都晚上这种，但是这样子很好啊，就是中午你也有的看，对，晚上也有的看。好像有些人喜欢晚上，有些人喜欢早上，嗯，看个人。那要吃什么中午？不知道。啊！掉了。话说切换节运动成效如何？瘦吗？还好。还有人喜欢跨日？谁啊？李佳丽哦。这样才不会要看很多人。对啊，我很贴心吧，错开。好像这个时间播的人比较没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帮，因为能够看的人也比较少、啊。我帮大家错开啊。因为中午大家要上班啊。有些人上班还是有在看啊？谁？玉啊？谁？玉啊？要吃什么啊？都可以。薪水小偷就是你。哼，大家都在承认。又平安，上班算什么？那时看品涵直播，我容易吗？找工作加油！找工作加油、欸！找工作真的要加油，我觉得你要好好帮这个人加油。加油！我都找老板一起看，还好我都是下班后放松的看品涵直播。品涵，
切换不要开除我。不是那个切换新马甲，我有给你钱是不是？他留言很像是我有给他钱，然后就是你知道。谢谢修泽的神灯给。我买来的那个王军哎。小辣椒的愿望，谢谢。谢谢修泽。吃货小敏也在找工作哎。找工作加油！希望你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工作。真的。有空买个维他命 C 盒，有我买了。不然可爱就像美人鱼了。嗯。什么意思？那个是切换琴的攻读生吧？对啊，我也觉得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啊？谢谢吃货小敏的红玫瑰。他说还没收到我的款项。同事找到废除切换，找到罗兰了吗？对啊。金又放了一个多月的大假哎。罗兰，你之后会不会想要上开那个课？免费的吗？我当然是可以让你免费。那可以上。你是免费宅哎，你很不适合我们平台哎，我们是要付费使用。那我可能就不会上。你怎么这样子？付费？免费宅？你是免费宅，你好实际哦。我会付费的，就是我有兴趣的才会。什么？可能做甜点。做甜点你会愿意付钱？或是日文课。日文课好。英文课。嗯。你没有要为我开课。你对于其他的那种比较兴趣类的，你就不会花钱。你因为你也不会花钱买书啊，老实讲。对。对吧？做甜点很棒。我也觉得。因为我很喜欢吃的那个叫什么黑呀、啊，那个甜点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你说字母的那个？对。他有开课啊。圣什么诺黑呀、啊？圣多诺黑。对。他有开课啊。超好吃。目前第一名的甜点。他不是在我们平台开，但他有开。圣多诺黑。圣多诺黑，哎，他课很贵，多少？5000块，一堂。但是他那也不是一堂，他其实十个小时的课程，十几个小时。如果真的是想要学甜点，其实也不贵，就是你可以做出这个东西，蛮厉害的。啊、请问有开六单速成课吗？什么东西？他们想挑战六单。我收到大家的心愿了，我会建议看看的。平安，恭喜你，谢谢。摩羯座都是这样，只会把钱投资在对自己有利的地方。嗯、没错，比较实际。实际的人。我好想哭哭哦！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他见面？他是病毒带源，不能摸他。哎，好想吃哦！他这样做，我好想吃哦。西北贝克城，你说什么东西？西北贝克城。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他是就是那个牌子的那个吗？的创办人的师傅。对啊。是不是会蛮想上这个课的？如果是朱老师，我可以。朱老师是什么？猫头朱老师吧，教六单课程。哦、太小众了吧？太小众了啦！你确定吗，金佑？金佑，你确定吗？跳不好会被骂哦。你跳啊！听起来怎么好像哈苦被隔离？对啊。这
真的很累哦，没错，真的很累哦，你确定？很想看大家挑战耶，你知道我们都是爱被骂的，隔天会踢腿。成员认证，粉丝都是一群抖 M， 他们只跳副歌，应该还是没有。我跟你说，副歌是最累的地方，副歌是最就是我觉得最累的地方。没有什么只跳副歌应该还好吧，没有这种事，真的。你太小看那个副歌了。被骂是福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真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大家都指定被骂的，尽量骂。哎，是不是好了？嗯，是不是好啦？好一点了。正常。这首练多久了？还在努力的练习中。突然就好了，对啊，是不是好一点啊？那个痰过去了，痰过去了。积傻化痰了吗？谢谢阿元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吃货小敏的掌声鼓励。不，还我刚才的平衡，但还是有一点沙哑，可是比刚刚好一点。嗯，好饿了，我要吃什么啊？要不要点？要啊，还是煮都可以。还会想再染头发吗？会，有点想染，鼻音感还是有点重。或留长发？有，我在留长，但还不确定想要剪短还是留长。我每天都犹豫不定，我很善变。谢谢玉的星辰，尽量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。好的。善变，对，我是一个很善变的人。我可能今天喜欢长发，明天就又想剪短。对，善变的人，多西北流程是因为布丁头，不是我后来发现，因为我有自然卷，然后头发很多，所以如果黑发的话看起来会很重，所以有点想说要不要染染咖啡色之类的。会休息也可以，就黑发看起来会很重。可以跟我学习钢琴。我这边是黑的，这边是咖啡色，很久没有染。希望这两天只是感冒，保重喉咙。谢谢博维。那我直播差不多要结束了。先来念个排名。谢谢庄颖的爱的小熊。平衡之前的写真计划还有可能再开。哦，生写真大家也要记得指定哦。明天是最后一天，对吧？对，明天最后一天，大家可以指定平衡。那我先来念排名。第十名一晨，第九博云，第八小英，第七钟颖，第六佩佩，第五李真，第四金友，第三雪代八，第二阳春里的路，第一志宏，
跟喜志宏、羊圈里的鹿还有雪带吧，可以指定。那是什么吧？平衡跑中，那是日吧。可以指定啦。谢谢今天看平衡的烟酒厂直播哦。原本想指定巫婆笑，我现在也可以啊。我现在笑声真的很怪。一日里历历，我现在笑真的很怪，好难听哦。模仿例子。那我指定完了，谢谢平衡，不客气哦。羊圈里的鹿，零星矮瓜怎么唱啊？不会，我不会。零星矮瓜，还有谁要指定吗？谢谢樱桃猫的专业直播间，谢谢。一日里丽丽也太坏，烟酒厂也是有特色的，笑死。可以啦，李丽丽的烟酒厂是很有她感觉的、啊。今天不指定好。那还有谁吗？雪带吧，雪带吧，有想指定吗？一日里丽丽，终身真的希望栗子偷听。平衡记得吃药，好的。雪带吧呢？雪带吧有想指定吗？希望可以看到健康的你哦。谢谢，会好好多喝水的。会，我晚上会再晒一次。谢谢刘建国的超爱你，谢谢。我爱你，一定没洗澡。雪带吧没有指定吗？那我差不多要下播了。大家拜拜，大家也要好好照顾身体哦，拜拜。拜拜，回家里也保重哦。谢谢 Lose 的手工饼干，快去吃午餐，好的，拜拜各位，好好休息，好的，拜拜，软萌平衡，拜拜。